80%和读译同时可见一个能力。在答辩过程中，安邦同学思路清晰，表达流畅，那就准确的回答问题准确。经过答辩人员会考的一致认为，这是一篇优秀的博士学术论文。经无记名投票，全票通过安邦同学的博士学术论文答辩，并鉴于授予其理。